早安，有个插曲，刚刚呢要开门的时候发现这个钥匙没拿，所以呢我又回来一次啊，所以东西放在这里。好了，那我这次真的要出发了 ，Go Go！ 哎嘿，各位早安，那现在呢终于到这个桃园区了。现在呢大概再过好像十分钟五分钟左右就会到石门水库了。那今天的活动呢是在石门水库，那这也算是教练我呢第二次到桃园区办团练。那感谢今天开场的这影片呢，先必须感谢所有来参与这次活动的大家。那虽然呢都是大多是我的学生嘛，那也真的很感谢各位抽空，然后呢一大早时间呢能够来到石门水库参与这个活动。我们呢没有完赛奖牌，也没有丰富的完赛礼，也没有这个什么完赛衣服，但是呢我们有热情的完赛大合照，是吧？好啦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那我要先出发去活动现场了，各位 Go Go！耶、yeah, ，到了到了啊！这个工匠工程工作室，这个这里在展览在这里啊。然后这个我们周三班的神童，什么神童？大叔。好了，我们呢接下来呢这个感谢瑞布赞助啊，本次活动。然后呢，好，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整装，整装嘛。整理这现场的布置，然后呢，等一下接下来就准备开始进入我们的本日活动。憋不出来，本日活动。那等一下跑的方式呢？我们这边出去啊，就是坝底了。然后呢，等一下上去之后就沿着这里一路这样 S， 基本上是 S 型啊。对。上去到最下面之后，对不对？这边比较快。靠左边一路顺着往下跑，会从后面那边。啊，摆臂摆臂，然后呢，轻摆轻摆，然后往下放。八、九、十，好了，好来，往上走之后就往下。Go， 一、十、一，往上做夹腿，连续的，然后摆手摆起来，最后呢，这样往前抬就好。下巴就 OK 了，好，大家都很帅啊！哎，出去就直接上坝顶了，好，来，准备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没有鸣枪，自己变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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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跳，加油！干巴爹，跟上跟上跟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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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师傅。耶。第一位甘愿拉开。下到我们这里。最后一杆呢？大家都跑完了吗？直接你过去。山上不用当队长。真的不要。哎，各位，那我们呢？
刚刚呢，我已经完成了第二圈了，其实我第二圈没跑，所以大家你看到这影片的时候呢，不要太生气啊，没关系，我留一点体力给各位啊。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惊喜，我们呢在座的后面啊，你看这么多人，我们大家一起呢要干嘛？共襄盛举嘛，我们都来到这里，势必呢要干嘛呢？享受一下这个霸顶的好汉坡。所以呢，我们让大家看看左边的水景，然后呢再来就是我这个最美的风景人。那带给大家一些惊喜，就是我们这次这个，感谢这次力捷动的赞助。然后呢，但这个品牌呢，各位，这不是业配，因为呢，我只是赞助，只是说啊，他们赞助这个活动，所以呢，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业配影片，不是。我们等一下呢，是让大家跑一个50公尺的短坡，那由教练我的秒数呢为一个基准，只要跑得比我快的，就能够获得一支力捷动。但是呢，跑比我快的方式，当然呢，不可能比我的速度快嘛。那我们呢是要有一个评分标准，也就是说男生的秒数呢就是用我的秒数去加5秒，就是达标就会获得一条力捷动。那女生呢比我的秒数再加8秒，我就会送一条力捷动， OK 吧？这算是一个全民的测验啦，然后也是让大家有一种知道说跟这个差距在哪里。好 ，OK。所以就是你的秒数，然后再男生是加5秒，女生加8秒。对，所以没有很难。没有很难吗？没有很难啊。上坡呢？加8秒很多反正我们等一下就这样好了。我们等一下呢，这个短短的距离就是50公尺，那我们就是爬最陡的这一段坝顶。男生呢，等一下呢就是加3秒就是成功达阵，那女生加5秒呢就是成功达阵，只要比我原本跑出来的秒数快，加上去之后呢，加了5秒或加3秒，那就是男生跟女生的标准，懂吗？男生加3秒，女生加5秒 ，OK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来跟大家解说这个活动吧，大家应该会觉得很有趣，应该吧？啊，好，各位，大家都来了啊！各位，这没 say 过，突然，我也想到很突然，因为我看我旁边有谁抓谁，怎么样？今天的活动感觉很好玩啊！确定？是跑山呢、欸？跑山，还有特别测验，跑山看好，而且山林凉，山林里面比较凉哦。不是骂脏话，不是，山林里面比较凉，而且还有补给跟普渡一样，是不是 ？OK， 这 Kobe 跑班，优质。好了，这次活动呢，真的是怎么样？自己觉得很棒。好了，不要客套，这种不行。下一位，你觉得
就是跑步的过程中哪一个是你觉得有点小难度的？哦，因为前半段都是爬坡，所以还蛮吃脚力的。以整体来看，你觉得对自己体能还 OK 吗？还 OK， 有顺利跑完两趟，就心满意足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有跑完第一圈的，虽然第二圈没有跑完。那整体的感觉，你觉得今天的活动感受怎么样？就向自己的那个极限挑战一下。这讲得非常的不错，就是很自我，这个我喜欢。那你觉得，整体你觉得哪一个是对你来讲最有难度的？就上坡啊，因为我都很少练习过，就跑得非常的喘，所以教练虽然说不能停下来，还是停下来。对，所以还是有跑完就很高兴啊。明年该拼要坚强，该休不勉强。啊，懂吗？就是要拼撑住，但是呢，如果真的太累了，适当的放松调整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毕竟呢，这个人的极限呢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只要逼自己持续的往前走，那就是会持续进步。是的，谢谢教练的鼓励。赞，下面一位，各位，你干嘛？同等级的精英，精英跑者。哈哈哈哈哈！荧幕上的精英跑者，四分数，他是我们这个周五班最强，希望大家来报名周五中立班跟他挑战。今天跑的整体感觉怎么样？有点快往生。这是最老实。你们看这个跑者就很真实，你看他连上课跑太快，感觉到快往生。对，他上课第一次就想要翘课了。上课第一次开始有点自我怀疑，跑步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想起来跑步是很快乐的。他还是有来，但是呢，他一直翘课。但翘课都是有原因的，像昨天他没来。对。就知道哇，他贴心的在家里当小帮手，准备了三小时啊！哇靠，水果哎，累啊！这个可以，可以 A 组的，大家一定要来。重点还你还是没回答到，今天活动感觉如何？活动觉得建议可以大家来的时候想清楚。好了，没有，我真心讲一下 ，Kobe 教练真的教得很好。哦哇哇，真的教得很好。哇哇，你突然讲这种真性情的 的话，我觉得太多了。太多了。对对对，好了，各位，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本次的活动呢算是非常顺利。那我觉得呢，其实这一次，感谢各位的参与，然后呢也让我觉得谢谢大家，不管是从台北，然后桃园、中壢地区，大家都一起来到这里共襄盛举。那我觉得整次的活动呢，算是非常圆满。对，非常圆满，非常圆满。那我们也在这边呢，祝福各位红尘万里，啊，寿比南山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是啊，不用这么震惊啦，哎。哦。本次活动呢，感谢各位的参与，然后也感谢大家，就非常开心啊。对啦，好啦，那就这一次呢，我们呢喜欢这次影片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呢记得。宣老来自永和二三四 ，AK 佛系教练，我们一起 ，cheer 啦 ，cheer，cheer。